我的爱宠臭臭得猫瘟走了，现在有个问题摆在我面前，该把臭臭安葬在哪儿？直接土葬可以吗，夫妇？为了防止细菌传染，还是火化掉吧。好，好吧。其实我是想把臭臭土葬的，就在院子里三角梅的花根下，这样每当三角梅盛开时，我就会想起臭臭。他从来没有离开我，只是换了一种方式陪伴我。但是现在，生活还要继续，分手后更要好好爱你自己。前男友的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耳畔。是啊，生活本来就是场孤独旅行，或许中途有人同路，但我们无法彼此拥有，唯一能做的就是不要忘记，一直前行。夫妇，臭臭火化掉是不是就不会传染细菌了？放心吧，猫瘟病菌在高温下很难存活的。好，让我陪臭臭走完最后一程。